受的，但是还不是一般人可以接触的。这么毒的东西，你用了它，产生的是自己数万年的这种效果，后面的成本，怎么样避开它的危险，怎么样去避它，怎么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几万年内人类都不可以去接近它。如果你想想想到